大家好，我是启明老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一个新的计划，就是要推出一个所谓的线上的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呢，其实要跟大家来讨论就是 Swing。其实我想要做这样的东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之前因为我们线上课程啊，因为它的历史比较长一点啊，那有些同学他可能一方面他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够长期性的参与，二方面他也没有参加我们的实际的这个每周的研习啊，我们的这个固定的上课，所以我就想说有一些比较单场的一些线上的讲座，然后让大家可以来练习。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线上参加的话，你可以看这个我们录制的这个影片呢，总共会有两个小时。那这个两个小时里面，老师会提供很多有关于 swing 到底要怎么样 swing。那这个 swing 到底它对于我们的演奏上面来讲，对于演奏爵士乐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忙？比如说像我们很常听到说，比如说我们认为 swing， 比如说应该是哒哒哒哒这样，可是很多人他常常会演奏成，他会演奏成这样，听起来好像那个。很像是那个 Ozzy Osbourne， 就是那个 Black Sabbath 的那个 Crazy Train 啊。可是其实它不是咚咚，它是 do that， go do that， the d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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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好像刚。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出现了，大部分的学习者他在做这样的一个演奏的时候，他会非常的依赖乐谱啊。其实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常常会讲到这个事情。乐谱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可是乐谱并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比如说像你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去像这个红色，或是，它并不是真的用看谱的方式在生成的，它是变成是有点像是像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变成是，比如说。也就是说，它比较像是鼓手的想法 ，tanga tanga do party 的 ，ta ta 的 do ta 的。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或者在录影片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一些学生呢，或者一些读者，他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说，第一个，因为他要听到老师会讲说不要用乐谱，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像感觉上是完全是没有章法的这样。可是二方面，如果给他乐谱的时候，他又开始去想成，就是变成原来的那个学习，尤其是弹钢琴的学生，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避免到，比如说你要做到，比如说，你必须要有点像是我们在学中文一样，你们都知道那个中文会有一个字叫做撞声词啊，就是变成是啪啪嘟嘟啪啪嘟啪嘟嘟的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哒，就是你要有这种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会出现像是比如说像是在这种 big band 里面，你会常常出现像这种声音，比如说。并不是你看谱，因为什么我要这样讲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还是要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事情。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或者在录影片的时候，常常讲了很多事情。如果你今天做习惯是用，比如说像管乐团，或者是像是这个钢琴视谱的方式在演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永远得不到 swing。可是这并表示说，我们就开始去对于管乐团或者是弹钢琴，比如说弹一首曲子，有一个负面的想象，不是这样子的。简单的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你想要得到 swing 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你习惯的方式去得到 swing。所以在接下来这样的一个线上工作坊当中，我就希望说，我们每一次都能够讨论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没有什么啰嗦的，没有什么好讲的，我们就直接切进去。我们也去讨论到说，比如说到底 swing， 因为 swing 有很多种不同的诠释方法，可它至少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比如说像你看像上面黑色那个一二三四，像这样子。所以你要演奏 swing 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是像传说中的所谓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或是所谓的三等分，像这样子，它会有一些常用的句型。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演奏曲是。的，或
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嗯。很多爵士乐的学习者，或者说对喜欢爱好这种音乐的人，他常常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我只要学会这首曲子，我就学会 swing， 我只要学会那首曲子，所以我只要学会20首曲子，我就学会了这些东西。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去学习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是学不会。所以曲目的多寡并没有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啊，所以希望说大家能够有这个概念，能够去建立好，就是说你当你要去 swing 的时候，老师其实有一些方法能够带动你去体会说 swing 它有一个原则，然后 swing 它其实很自然，它并不是刻意的。像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些学生会问我说，我这边还要再 swing 吗？或者我要不要不 swing， 然后再 swing， 不 swing， 但是就是忘记 swing 那种感觉。swing 其实是从一开始就 swing， 不当哒哒一个嘟哒哒嘟嘟噜哒。这个时候你除了要听很多 big band 的音乐以外，还要听很多美式的音乐，你要去理解到说他的音乐的这种想法。那再讲一次，这种东西不是你在乐谱上面看到的那样子的简单，因为你照着做的时候，你的那个声响还是会错，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师在那个工作坊的时候，或是同学交作业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说，哦，原来这个声音跟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这也是我平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所做出来最大最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如果你今天在网络上就是看我的文章或是看我的书，好，比如说看这个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像我有一个学生，他就直接讲得 很明白。他说其实他这样在家里看的时候，他觉得有点会有点看不太懂，就是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那即便是老师有附上很多的这个 QR code， 也是音乐在旁边，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就是马上去感受到。可是像这样子说的学生，他就跟我讲说，他其实到现在已经非常明白了，他说他会很清楚知道说他有一个方向，他能够往这样子去前进。所以当他再回去看这些书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所以如果只是看老师的书或是看老师的文章，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够的。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来跟我们有面对面也好，或是线上上课，或者是所谓的视讯上课也好，而不要用你自己心里面的猜想去想说是不是老师讲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我没有办法体会什么之类的。这样老师对于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有一个热情，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热情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我们会花很大的力气去让你学会，让你去理解到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想学的。比如说我们想学 Bossa Nova， 我们想学 Swing 的曲子，我们想学这首 Standard， 我们想学那一首黑月的名曲等等。那启斌跟凯雅的教学都是像这样子的，所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那希望很快的我们用这样子有点像是一个影片的介绍呢，你能够很快的理解说 OK， 我们到底这个课，我们这个线上工作坊 要做什么。那如果你没有参加这个线上工作坊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看看比如说我们还有这种实际在上课的这个每周的上课的团班，那我之前有讲过说你也可以加进来，那我们就欢迎大家。 OK， 拜拜。